嗨，大家好，我叫珍妮·柏吉尔，我是美国 Aqueous Solutions Global 公司的董事。水污染问题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所以呢，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已是至关重要。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推荐一种零污染水处理技术。它就是我们 Aqueous Solutions Global 公司的天然基因水处理媒介，它是由Timothy 柏杰尔博士和保尔史密斯博士发明的，它已经得到美国水质量协会的金印和那个 NSF 61。饮用水标准的证明。使用这种天然基因水处理媒介处理后的水呢，是唯一的一种没有消毒副产物和那个微生物腐蚀问题的水，它也没有水硬度的问题。这种水从水厂到家里水龙头是最高优质的那个饮用水，它可以使我们远离水传播的疾病，也是每个人最便宜的医疗保险。它也减少了那个塑料水瓶的使用，它也是农业种植健康作物的最优质的水和最便宜的水，这种天然水处理媒介也是唯一的一种可以从水果汁和那个葡萄酒中去除重金属的技术，而且它不会那个改变营养、颜色和味道。这种技术呢，还可以用于核废料的处理。它也是唯一的一种生产水而不需要使用电能的水处理技术。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它仍然可以生产干净的饮用水，而不会发生那个水短缺问题。这种天然基因水处理媒介不会对自然产生废物，它永久的粘附那个污染物，它通过了那个毒性释放的那个程序，检测程序 所以呢，使用后的材料呢，可以直接的扔在垃圾填埋，或者重新使用，可以用来那个作为铺路的材料和制造那个沙皮纸。和那个也可以和水泥混合，使那个混凝土更加坚硬。这种天然水处理媒介的细微颗粒还可以用来制造肥皂，它可以杀死那个超级细菌。这项技术的这些优势，决定了它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关键。它还有助于帮助我们应对那个气候变化，恢复我们的生态系统。谢谢大家观看。